你想要吐？你要吐？吃吐啊！阿嬷也想喝啊，喝了心脏有问题，那爹地都要昏倒了。阿嬷说她也要啊。阿嬷说她也要啊，你不给她。阿嬷修飞机啦，飞机坏掉啦。他只是干什么？他那个很有技术性，都会摔飞机啊。你全家都有技术性。想太多小姐哦，你也想很多啊。天心是好事，想破头就叫做痴寻烦恼。很高兴我有这么多间房子，每一间都是在被你骂的状况下买的。太少，怎么骂？人家叫阿骂你。
一定是你心太烦躁了。放你个屁！需要冷静一点。好多人请吃。哎，儿子啊，那春卷你在现场吃的时候是要沾醋吗？我都泡在醋里面了。对啊，那他也没包给我们啊。哦，你没有要啊。他以为老客人都会自带醋。你要等我洗澡？对啊，再来洗衣服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还早，没关系。都八点了，还早？还早在海里。为什么八点还早？我老公的意思是八点怎么会 too early？ 谁说 too early？Still too late， 嘿，我老公的意思是什么？八点了，所以应该是 late 了。我怎么会说 early 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没关系，你就跳过就好。这太复杂了。太复杂了，对。让我想想，这些是什么？妈妈就搞死，搞定了，把它换到坏掉。你是什么？自杀出去。
所以要请你把框框搬出来干嘛？因为东西在里面。哦。